你好。您好，我是您的专属护士艾娃，请选择入院说明、预防跌倒、卫教、抽血检查或日常照护。抽血检查。您刚抽血检查完，请问有头晕的情况吗？有。由于您刚抽完血，血压偏低，请在床上或椅子上休息几分钟，等待晕眩感过去，并请将动作放慢，避免姿势低血压可能造成的晕眩与恶心。如果您的头晕情况持续或加重，请及时告知我或其他护理人员。有哪里需要再说明吗？没有。好的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唤醒我或按护士铃通知护理人员，谢谢。艾娃与全体医护人员祝您早日康复。